我受不了，再给他一个 combo， 我就掐他肚子一下，然后他头好痛，然后弯下来，头下来，然后再给他砰。我念国小的时候，他妈的真是打架王，小一、小二、小三、小四，国小界的霸主，我都在开学第一天打不痛快。你打输一片天了，打输一片天啊，没打输过的。我最有印象的是，我小一的时候，刚入学，对，我有个同学，他是犬夜叉迷了吧？像是讲话一样，没有，要中退哦。他是犬夜叉迷，所以他怎么样？指甲还留尖尖的。我干架的时候一直偷抓我，抓到我脖子妈流血，最后怎么样？一脚把他干倒，好强！从此他被我那一脚征服了，变我小弟啊！他再也不迷学茶，变成迷之子龙了。结果他之后就转学了，他也是个怪咖，刷完你就走了。哦，他厉害，他这个招是有 combo 的，因为不是都有那种喵喵的圆环的椅子，然后他怎么样？跳上那个椅子。他有个跳斩，你知道吗？我操！我流血，小小年纪就有这番身手，不简单。牛逼！他第一次抓我的时候，真是抓到我流血。他很牛逼，他不是指甲长，他是指甲留一个长度之后，把它剪两角，变尖的，对，变尖的。被他抓的魂差点散掉。冲了！哎呦！终极一家那什么雷克斯哦，用什么武器啊？阿瑞斯之手，跟你讲，他真是犬夜叉迷，我真的没来开玩笑。他怎么样？我最有印象是他怎么样？兄弟，你看我，他跟我们昨天在玩的那个一样，他最近给他画那个须须，他以为是火影忍者，他深度着迷，深度着迷啊！他跑步会不会这样？倒是没有。火影忍者比手都要放后面，好不好？那他跑步有没有这样？有吧，真的有了吧？你们要继续听我打架的故事吗？每一段我都记得。不要听你顺风的啊，有逆风的，听一下。啊，有一次逆风的，有一次小三的时候，开学第一天，那时候我决心已经要收手了。哇，我小一、小二都打架，这样子不行，我太坏了，真是个坏小孩。怎么样呢？第一天午休的时候，有一个比较调皮的同学。那时候在午休，他们快敲我的头，这样子敲，啊！我那时候怎么样？我下定决心要收山了，不能打架，不要弄我，在睡觉。白目，他用踢的，脚这样子摸一下，妈的，后来我暴怒了，你知道吗？出去捶他，我隐形发动。我直接跟他机器人有没有？冲拉风，引擎发动。我直接引擎发动啊，直接冲过去爆锤他一顿。结果他怎么样？我爆锤他的时候，他很猛哦，因为那时候他扛住了。对，他扛住了。那时候不是室内的吗？穿那个袜子，所以很滑。然后冲去爆锤他的时候，他扛住之后，给我一脚踹到我肚子。我靠，灵异超滑，地板超滑了吗？我先把他锤到你们那边，然后踹我脚，然后飞回去。那一次真的是我人生中苦战。我跟你们讲一个我小学的故事好不好？我小学读过三所国小，然后嘞，我是转学生嘛，我小三的时候转过去，然后在那边称霸为王。转学生可以称霸为王？对，反正我过去嘛，我就有个交流啊，我就直接当大哥，然后嘞，这两个小弟，我们那天就在讨论，我们要开一个帮派。然后呢，我跟你讲，我就是帮主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拿圆规，你们在那时候刚好要教那个什么画圆形啊，拿圆规，拿圆规在手臂上面划一划，不是都可以白白的吗？我们那个帮规就是手臂上面写黑龙帮。我操！重点是那笔画很多，你知道吗？有点痛。那时候我们就在手臂上面写黑龙帮，然后我们走要形成一个 triangle， 不 triangle 不走哦，他整个那个走廊站真的，那个走廊正中间路的就直接撞他，然后撞他以后让他撞他，国中才是真的打得头破血流的。跟你们讲，国中的时候，国三的时候，那时候就像毕业，大家开始不爽，有什么心结，开始约起来。那我们篮球场有 A B C D 场地
A 场地就是我们的单挑圣地，罗马竞技场。只要谁看谁不爽，就跟他说：“哎、欸，第二节下课 A 场地见。”那时候怎么样，就会一堆人把他们围起来，他们两个就会在中间霸气开打，打得头破血流，太夸张了。国中生真的是血气方刚的，国中生什么不多血最多。哎、欸，我刚黑龙帮的故事还没讲完呢、欸。我不是说我读三所国小吗？因为我家又搬家了。然后呢，在毕业前我就跟他们说，帮主要走了，咱们散会。然后我还任第一个人当下一届的帮主，从今天开始黑龙帮都交给你管了啊！那我要走了，我想要拿圆规在手上写黑龙帮，我都快笑死。好痛哦！啊，欸、真的痛哎、欸！渣男打女生，哎、欸，没有，那国小，那是国小，而且现在我跟那个女生是妈挤，好不好？七哥打女生哎、欸，没有，那小时候打女生是就是很恰的那种，就很凶，对谁都很凶的那种。然后有一次他一直打我，他不知道什么一直打我，然后把我打进了额头。跟他说我不打女生，不要一直用，然后一百斤，然后我就一直后退，然后就最后一下打我，我就坐到了这种边。这个是我这样我都没有打他。我起来，我爬起来，他做了一件事，让我理智线压死掉，踢我老二。我受不了，再给他一个combo，我就踹他肚子一下，然后他头啊好痛，然后弯下来，头下来，然后再给他砰。然后他就哭了，然后我就看到他哭着冲出去，然后还边说打电话给哥哥打他。哦，不要，没有，后面我跟他的好朋友都讲开，然后他妈还跟我说他就要分谁要分谁，他就太凶了，所以打他来个教训。哎，这个人讲得很好，这个人问得很好，那他后面个性有变好一点吗？有，打一个变好，他一整个对人都得善的起来。他原本就是打前跟打后是不同的人哎、欸，他超凶的，然后一直打人的那种女生，然后。没有乱动手的那一种。哎、欸，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初吻是什么时候被拿走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幼稚园的时候，这件事我还铭记在心。一个女生长什么样子，我根本不记得。没有，我想这故事是怎么样？你们知道小时候有一个很像是皮纸的一个口香糖吗？你知道吧？知道我说什么吧？然后嘞，那个女生呢，在上幼稚园的时候，就带了一卷，一边吃一边吃，不是吃的人都要被吃。那时候小时候怎么那么好吃啊？这糖果怎么那么好吃啊？后来呢，这资源好吃，他说他不给我。我就说拜托再给我一口吃，然后就说那你亲我一下。我什么是亲啊？我什么是亲？亲是什么意思？然后呢就这样子初吻就没了。我好扯哦。那我根本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，那女生太会玩了吗？那女生很强哎、欸，小少年。那女生从幼稚园就是个玩咖，我的天哪！越小真的越好笑哎、欸，连对方长什么样都不记得，好亏哦。说不定他现在还记得你啊！小时候有一个那个叫阿亮的，他现在是谁？我跟你讲的，他现在在拽了嘞。说不定你还不是他，玩里面最屌的，很会玩的、欸。我跟你讲，初吻收集专家。